下一组欢迎参观上头，欢迎大家。那就要演吗？拜托你，拜托别人是个态度吗？拜托，拜托你了，好，我得开心吗？哇，小怪好可爱哦！小怪握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狗会这样握手吗？罐罐，狗会说话吗？可是狗也不狗会说话吗？狗不会说，但斗牛犬会说话吗？我知道，可是好好的演。哇，小罐好可爱哦！小罐肚子饿了吗？饿了。爸爸带你吃晚餐。顶台风怎么样？顶台风啊！狗可以吃顶台风。狗会说话吗？前面有没有拜托过你啊？有，可是我有拜托过你了吧？就让我说一句。我来干你行吗？是。好可爱哦！看见你，让我心情好多了。不。哎，说出来，你应该也听不懂吧？你要抽吗？你的狗会抽烟吗？狗会说话？你的狗会说话吗？我在吐槽，我是在吐槽。狗会吐槽？狗会吐槽？狗会吐槽？有斗牛犬会吐槽的吗？我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那个会吐槽斗牛犬在哪里？我跳出角色来了。狗会跳出角色吗？狗会自己跳出角色？狗会叫没关系，但是待会你不准再说话，有听到吗？很好。小罐好可爱哟、对不起，小罐，你不喜欢这样子哦。对不起，看见你让我心情好多了。喜欢你，喂喂喂喂喂，好，
么说。我就要做出一首曲子了。